台，网址 www.ahontp.tw。这个是由我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。敬请各位网友观赏，每天拜一到拜五下晡两点到四点，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。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多啦。江西的新风变大声，人在输赢，今夕的爱情也会无人听。阿边英雄，阿边着兵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阿宏无所不谈，咱这网友观众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咱现场电话台北公里2977138，现场电话台北公里2977138。咱这个电话原属董树林，那个定清的电话台北公里2977138。来，阿宏继续播新闻，分析新闻，陪伴新闻啊。那么有关咱这护照吼，阿宏。讲过了遍啊，这个新闻嘛定过了遍啊，结果都是有人偷门弃黑。是安怎？因为咱台湾政府无效的政府，无能的政府，参照这种犯法，这种都爱抓，抓开拘留啊，对不对啦？结果你甲想，一直在。再二三，来好摕到这个台湾护照，啊，讲好做台湾人家啦，啊，一工假唔安尼，互伊咧，伫制造一寡这个是非啊，你家想看卖啊？来，咱过来看这则新闻，护照打台湾国，打抓入境澳门。台湾女性大陆啦吼，遭受到拒绝入境，这哦，这应该啊，对不对？这应该啊。那么继续去年2015年，有民众护照打台湾国，而这个打纸遭受拒绝
那么本月25日又搁发生一个台湾女子护照打台湾国，打纸企图要来入境啊澳门啊，但是遭受到澳门海关拒绝入境的这个证书，的这个代志。那么外交部领务局护照行政组长陈尚友29日表示了，这名的这个女性，吼、哦。那么25日提到打有台湾国打纸的这个中华民国护照，企图要来入境澳门，但是伫海关入境查核的时阵，被拒绝入境。当事人了后拍这个电话，吼、哦，中华民国外交部急难来救助，哼，啊，咱就救救啊，对唔对啦？啊，我感觉真奇怪呢，参照这种人故意，啊，要来安尼搞闹。啊！搁求助中华民国，拜托的，你爱去求台湾国才对，是毋是？叫台湾人民吃的啦，这伊讲合作的时阵，安尼台湾独立要吃的啊，这台湾国的这人民啊，爱求吃的毋才对，对毋对？那么之前阿洪有报过啊，台湾国有迄个感觉的，吼，对毋对啦？啊，你该想啊。哎，求中华民国是要从啥嘿啊？哈，像这种人做台湾国的这个代志有问题，要来叫中华民国，啊来甲解决。像这种人，你甲想看卖啊？嗯，可怜啊！像台湾哦，啊，啊个中华民国无能的政府啊。这回来一定要把他起诉才对了，对不对啦？啊，在国际的时候而已，造成一些笑话，让人在耻笑，是不是这样？啊，中华民国的这政府，无能就是这样，啊。什么在求中华民国外交部，是有够奇怪的。伊是台湾国的人啊，对唔对？摕台湾国的这个护照哩，伊唔多爱去求台湾国，唔得对个。什么咧求中华民国？我感觉是哈，啊，我哩吓死人个呀！那么企图寻求协助，拜托个，你爱求台湾国唔得对，恁都有台湾国啊，台湾都是国家啊，对唔对啦？啊！你来去求台湾国的这个政府唔得对，你去求中华民国安尼哪对？啊！所以这种人就是安尼啦，做做的才要来让中华民国受承受啦。啊，若无吼，伊红声呢？人伊讲伊台湾国的，对不对啦？红声，伊是台湾人，我点么红声？出代志才要找中华民国，我感觉真奇怪啊，对不对啦？参照这种人。啊！啊，踮喺台湾咧生活，太可怜。嗯，但是澳门当局海关最后依然将这个当事人遣返台湾啊！我当然的啦，我伊教乖一摆啊！啊，搁想要求中华民国，你爱求台湾国唔得着啊？对唔？台湾有国啊，你着台湾国啊，迄个国伫个遐，对唔对啦？你求中华民国是要从啥啊？无讲国个啊，袂用见笑啊，像即种人，对唔对啦？那么陈尚友就表示啦。外交部尊重国人政治信仰，啊，甲倾向。你尊重信仰无唔对啦，伊违反啊！你敢知外交部的拜托的？伊已经违反伪造文书中华民国的这个护照，你敢知？
连这个官员都唔知影讲伊犯法啦，你袂甲想，啊对唔对啦？尊重你的这个意见，阿洪无反对的。但是伫个中华民国护照，你甲伪造台湾国的这个护照，你根本就伪造文书啊啦！啊，像这种啊，中华民国的政府啊，点点，我感觉真奇怪，哈、啊，可怜我说。莫怪我定来讲，都中华民国改败啊啦，怎样无啦？看到搞地方啊！但是护照是公文书，哦，公文书信，啊，甲文件是国人在外国旅游伊的这个重要身份证明文件。不应该作为政治目的啊，彰显干枯。那么，伊表示呢，民众如果擅自变更护照这个方面，而一边申请护照的时阵，可能审核的这个期会延长，什么延长？哎，送办啊，什么会延长？像这种的官员，连一些。中华民国的这个规则，伊都拢唔知伊要甲人做啥物官员，真奇怪。这伪造文书啊，啊，可怜啊，这个。所以，这中华民国就有这种官员，嘛有这种人民啊，你袂甲想啊，拜托个。伊讲严重的时阵，护照甚至会用个遭受甲注销，啥物甲人注销了呢？嘿，以上发办得到什么的注销了呢？啊，所以对这个讲好多台湾人，想个客气啊。中华民国就是安尼在败啊。好，到这结束。其他几位讲这网络，讲这时间继续收看阿洪无所不谈，来听阿洪唱一首啊《深情的海岸》，共同欣赏，再见，拜拜。人讲无流行，也已经提示行。老歌词唱过，我拢心声。对着海风大声唱大声话，有人心，你敢有？彼粒心沉在深情海岸，哪有看的清，你着心肝。情歌唱袂煞，只想妈妈年代的情歌。毋免在流行，
也不免提示行，老歌词感情永远好听。对着海风大声唱大声话，女人心你敢有看？彼粒心沉在深情海岸，哪有看的清？你着幸歌，为着海风大声唱大声话，女人心你敢有看？彼粒心沉在深深海岸，哪有看清你着幸歌？